再见王子压压惊好了。直冲钻一，我就不会掉钻一，我就说我要掉钻一，我要连出十一场都掉了，我就是隐藏能力很高，赢那么多，别乱立旗啊，会出事啊，会出事啊！我看这把，哎，对面守护是看了，我是东路布奇也惨了，死定了。东路布奇打谁啊？雷兹。哇，感觉被。可能被雷子 A 爆哎！哎，衣外套是谁？是陈冲年吗？冲年你也不知道？谁啊？我感觉我一点打二级，干！你脑力感觉比较强，多一个哎、欸，感觉你们比较废啊！我不怕了。不对啊，一等如果被卡玛 Q 到，又不可能赢的，那就超级强。我被断了，我被断的话就是人间惨剧，你的人生就结束了。什么？我就站在原地，他自己不敢往前打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问安，我们开，问安，我们开下半步。往前走的话，我一定跟他拼到底。我想先帮亚速滚。九级，九级。再被剑击。有可能也是开下半部吧，我看一下。杰西有耗魔，他们开上半部，他们可能是吃小只哦，应该吃小只。没有，是卡玛一开始就先上了。哦，那就是没有过去。那他们开上半部。我们教练也觉得冷。我这边没事的。好，不过我是往上打，你得小心点。左侧下眼。哇，这个卡玛声音低哦。哎，李欣，可能如果上单垫下，在十几秒、20秒就到你那边，得小心点。好。这场我先拉掉，你赢了我就再回来看，你输了我就再换掉了。没有问题啊 ，V 哥。还行啊。蹲下路状态都不太。这个线我要把它控着，这我把它控着。他控着就不亏了。他在练场。好。控着的话，他就亏的不是他。李欣有可能在想。李欣不在上哦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，大哥？哦，好像开玩笑，糟糕，我失智了。我看不是说我们可以打三吗？他就真的去干你就对了。哦、他怎么退了？感觉继续往前打，反倒可以杀。红眼。
屌压他一半士兵呢。跑掉，跑掉。十七比三十四，刚刚好两倍。这场有没有兴趣？哇！我是伊泽瑞尔呢。干，我觉得跑不错，结果三只。难道什么？没有啊，你是叛逆的吗？默契不优。依然那一点。刚刚不要扭，雷子方也来过。可惜，下路在线感觉有机会。沙拉看有眼吗？啊？这里有眼吗？没有啊，那边应该有。好，可以打哦。嗯、不行了，退掉，退掉，退掉。无数无数，我帮你们清个眼。我有两只，两只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小心哦，雷子会开大哦，退一下，退一下。还好，还好。李欣。Nice！ 哇操嘞！我都已经围扭了，还是被他踢到。李欣脚滑了吗？退掉，退掉，退掉。雷兹不知道在哪里。这个杰西怎么又买一个仙女护符？都有人买治疗宝珠了，仙女护符也是 OK 的。这群人想干嘛？应该退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这里有，哦，靠呗。他们有病哦！冯磊对面，加油！撵不到。勇敢一点！收到，漂亮！勇敢起来，勇敢起来！靠北，我也在跟我讲，我们很勇敢哦，我们刚也勇敢到爆了，我也在偷看我哎、欸，妈的，不错不错，有点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敲手要勇敢，你回我干嘛？哎呦，他差点出事了。李欣在试鬼哦，你看往下靠。行。我们刚
我觉得李先要干下，你们要稍微小心一点。我这波我会往下靠。我还要哇来了哦，干中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李欣怎么不上啊？哎、欸，李欣，曾经拿我这里消过费的客人都知道我的做法。N S O N N I A 06162三个月，感谢订阅。我直接靠过来好了，我干你们开了。我操！我操！没有治愈啦！哎、欸，雷兹往下靠，往下，我在这里就好，不要太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干雷兹，我蹲雷兹，我蹲雷兹。我雷兹没有，雷兹没有。我这边 cover 你们了。好，对面要来了。李欣走掉了。要地龙吗？还是秒回？这里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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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靠腰。太扯了吧！我说要走，你们就出事哎、欸。打死。拍谁拍谁？看你会把它拔掉。好，我拔掉，我拔掉，我拔掉。有点奇怪。花哪了？还好啊，他看起来是工装的，工装的后期要没有用一点。他这个海神斧应该还好，欸、他现在他海神斧先出，他等你留多一个战神，应该不会再出工艺装了。下路有机会，这个线可以。雷兹这波不会靠这么快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打，直接走过去吧。可以吗？来不及，来不及。然后给压力就好，你控的，你控的，这波先看你有没有控的。哎、欸，你要推了。可以拿龙，可以拿龙，你们推出去拿龙吧。我先开了。好吧，你就爽就帮你吃。你先上，你先上。哦，他们过来了。我感觉雷子感觉送过来。吃掉，吃掉。吃掉吗？可以。十一只，赶紧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哇，憋死了！哇，你也倒了！不是啊，这索纳大的怎么这样用？他突然搭一个雷兹，我还没准备好。还好拿到地龙，这波有点抖。李欣是五出血哦，所以会战很好吸吸他。死一个还行，死两个就很亏了。哦，每一场对面都有人。这场还好，雷兹他虽然那个人头数多，哇，他就是人头数多哎。哇，欸，他干嘛？我没有，他要杀这个，他要杀这个。他原来是李欣直接被无视哎。念第一代，感谢，我是知道他没错，这首真的很好听。没错，没事没事，小叔小叔。下路只有他一个哦。给他爽啊！还想跑？哦，我刚才上一波闪蛮好雷哦，反倒李欣直接死。
很多有点累。时光叠起来，你这场出个西滴鞋哈。对，拿去吃哈。回个。分散了三千。买吧。走好慢。赚太多钱，在那边打太久了。嗯，我觉得先想办法秒雷子，然后那个李信有心魔剑，别被贝特，我们先秒雷子就好了。雷子很难杀哎。秒雷子就很烦哦。我靠，你还敢点他、啊？带走。给他一个下马威。欸、你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。区一个小李信。哎、欸，你们在打吗？有李信被我打惨了，李信半条。哎、欸，我比他早，我比范早。我还到了，还到了。他死了。收拾，漂亮。哎、欸，这边卡吗？晚上路况有可能要理性，但要快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库奇顶住啊！雷兹状态怎样？雷兹没状态，雷兹没状态哦，我们可以推个中。杰西中，我、哦、痛。你的发育，我觉得像我们打会战比较有利，我们家会战应该蛮好打的。Walk， 这是我叫做 Walk from home， 在家里工作的意思，那不就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？快乐工作。刚刚姚叔叔缴了一个很奇怪的闪现啊！龙水龙，好，姚叔没 TP。陈晨年，记得拿到外套就好，不要拿前三。外套都有问题啦！外套都有问题啦！哇，他这个有点雷。完全不能靠，换着靠哦。你应该不会死吧？我要死，我要死，干被害死。干这个库奇怎么这样开？干我被库奇害死。早点让他打。这里这里，有鬼有鬼。哎、欸，有大吗？他没大了，他没大了。OK， nice nice。雷兹好像没闪，杀他吧。哦，漂亮漂亮，收得好。哇，就是这个，他把三打在手上，我三打手上，他扫飞，他扫飞。好 ，nice， 漂亮 ，wins 公子线头，赢下了一波会战。没有，刚刚波就不该打，刚刚开的没有很好，没关系。赚，公子线头有赢就好。哎、欸，已经超乱，然后五出血，然后摩天深渊，他没有物防。他李信或雷兹，要帮你吗？感觉会出事哦。
那碗就散吧。转转转。哎，其实先打谁都行，对面都蛮软的，西西到谁就打谁吧，对面都很软。正方我们更软，还好啦，我们有硬一点点啦，我们的牙硕是有一点坦砖的，坦砖的，欸，坦砖，对啊，哇，看我要换停下来啦，有病的这个人，他要把脸板了，我刚可以打他一套，这边不会这么过分吧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手是快乐崇拜，不要再崇拜了吧。哎，这个家伙，这个家伙有戏吗？这个，哎，他在干嘛？可以哦，连刀哦，连刀哦，连刀哦。哎，怎么是我杀的？哎，神话怎么死啊？那我怕被雷子蹲，两边神魔都倒了。然后小心你现在这，小心你现在这。这雷子打你也太痛了吧？雷子就很痛的很可怕啊。反刀都不，哎，好快不复血，强。什么键盘？你终于键盘了。我在这飞啊，好可怕！哎，我们往上靠，往上靠，强一点。哦，他应该赢了。雷子爆个蛋干他。转个助攻。哎，不要啊，内姆鲁斯，不要！这杀球啦！那他快，他怎么可以那么快？然后为什么？他闪现哎！好，没有雷子就很可怕。不要小看雷兹啊！你就没有魔抗哦？他当然是先干杯你哦，你先把你干杯。有啊，他们拿一塔、啊，你不死这塔不会掉，因为我们要靠了。加速下哦，感觉我可以直接靠过来。哎，这隐形刚好就走过去，好黑，好可怕。我决定先在这里听你。哎呦，哎，干他，库奇，库奇，看路啊，库奇。哎，隐形嘞，对呀，哦，他飞过去了，他好会哦，应该有视野，视野很好。是好往中上走，这场感觉我也全身输出装好了，要么就是你死，不然就是我死。嘿咻，被赶来赶去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被赶。哎，我们的 CS 这场感觉五五波。有曾经拿我这里消过费的。F102018，七个月，感谢订阅。哦，库奇要开飞了吗？库奇似乎是没有要开飞的意思。太喜欢打架了。这个你线不好，这个你线有办法去闹他，感觉有点危险。哎，这个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打，没事没事。你确定？没事，我有闪，我拉掉，可以打。闪换闪。借吸个血。嗯，我就要太急了，刚应该不用大啊，刚才可以大更多了。我操，这雷子有 GA 耶！我操，那伤害就没有那么高啊，伤害就不会比他第三件还出什么其他 IP 中还强。哎，这个在干嘛？哎，在打是不是？在打吗？慢慢来吗？还在拉？还在打吗？要打！靠背啊，我完全不在啦。没事，不需要你。我说可以不打吗？你们是不会讲话你？没有，在激战哦，在火拼啊！好，我应该也爆了，这次波二换三。
不要啊啊！再跳！哇！妹妹太狠了！这个收头，这个收头，漂亮漂亮漂亮！我以为你要被秀了，结果你这波很冷静哎，你这波蛮冷静的。啊，漂亮！太棒了，妹妹，我好感动，我好开心，你这波有够帅的。然后把狙打掉了，火龙火龙火龙。我就叫你们说，可不可以不开？没有，我不开，可是他们电子刀不是我开的，白痴，不能怪我吧？他们开的不是我开的，我也很。你们真的要打就跟我讲。没有没有，一开始他们一直在犹豫，一直用拉打拉打。我跟你讲，都拉打的时候，他们真的打起来，我马上就call你了。我这样都是做很正确的事情啊，我没有雷啊。哎、欸，顺走了。拖出来，拖出来，拖出来！换了，换了。哎、欸、哎，哎、欸欸，我雷没挂，雷就没挂。哎、欸，对面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、啊。哇，没换掉。我操嘞 ！Nice。哦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哎、欸，这雷兹真的好痛哦，导盲犬、啊。那雷兹那个角色就做坏了。哇！没有，我觉得这波是亚瑟在耍飞。哎、欸，他会不会输啊？哦，应该不会输啊。哎、欸，我好为他们担，我好为他们感到担心哦。库奇在 W。不是雷兹太 OP 了。哇！不对，他们好打得好抖哦，他们打得超抖哎、欸。听到没有？他们打的，他们打得好抖啊。角色真的太 OP 了。哦，刚好真的已经被雷兹。真的下一把我们要被那个那只角色。他那个一直拿盾。对啊，就是他拉打很强，就是跟他打在单挑也很猛，不好打。你刚才被秀就对了，我们把杰西秒了，肯定好像也被雷吉秒杀。哦，那就是被秀啊，臭嘴。可以吗？啊，他 TV 是吗？对，他叫 TV 吧，给他演。可是没有演啊，给他演。哎、欸，要干嘛啦？啊、他们在干嘛？嗯，看一下 call 了，现在又，哎、欸，没了吧，没了吧？他们在干嘛、啊那個來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干这个沟通有够废的，快退，快退，快退！不过还好没有开，如果开感觉不好，没有很优。你在失控。对对对，我们要冷静。哎、欸，李欣等级15等，为什么等那么高？他跑有点快，尽力。他有需要蓝吗？给你好像好，他其实会有可能会没魔。他们吃蛮快的，他们吃超快啊！这巴龙要小心。哇！他冲动了，冲动了，冲动了！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理性一手，理性冲动，理性冲动了。我到杰西，杰西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打得不错，打得不错，还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右侧右侧，理性没上，我板得到。啊，跑！刚刚不怕跑那么快是板屁哦。哇，这个虚弱漂亮！我看你怎么差点就翘了。李欣，李欣，李欣，李欣没闪。有点，有点，有点让人担心了、啊。他把李欣骗下来了，他把，他最后把李欣骗下来。对吧？来来来，这波上路！
雷兹这波应该撅要好。那好，这波我会不会调皮出事啊？不要，我被激活应该都会赢啊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会代替你去死，放心，我会代替你被激活的。库奇其实也很痛啊，库奇跟你伤害差不多高吧？你们两个不要被秒杀，应该都没事情。嗯，我觉得你们去上这个雷兹，我们会出事、欸。少点就好，上卡巴拉少点就好了。然后等雷等库奇吧，我再扫。等他们红吧，我要他们红。好，十五秒，小心雷兹哦，小心雷兹直接开大，现在人都不见了，感觉怕怕的。有人在里面哦。哦。这风墙开得不错，往前打吧。继续挤。注意李欣在侧边。他们不开就没机会了，继续挤。哦，你好痛哦！那怎么感觉可以直接狙耶？他们怎么感觉手塔？他们手塔有点烂哎。李欣要踢喽！哇，狙狙！耶、yeah! ！